来，狗分出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钟宇轩。你收起哪里？啊？来，来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哦，你会痛哦。你在动，你会痛哦。靠，你全身，你全身都是那个，看你喝完才来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全身都那个卡系统的味道了，没有。他这边口袋这边3000，哎，那边多少？总共带6000，6000全部给他查扣，6000，全部给他查扣。我没有，先算清楚。你那边3000吗？他这边3000。来来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贩卖，他盖就盖好，他那个全身都是那卡西桶味道。没有，那没有，我可以。我你现在涉嫌贩卖毒品，好，可以跟你说你行使三项权利。没有，我要大声一点朗读，为什么要小声？好，我怕你听不到。你可以保持沉默，无需违背自己意思陈述。可以选任辩护人，就是选律师，因为你现在贩卖毒品啊，你可以请求调查对你有利的证据。三项权利有没有清楚？来，我们去找你的机车。怎么没有？你的机车钥匙就在这里，怎么没有？少那边盖了，人家盖就说司机出发，我从来没看过一个贩卖毒品的会坐计程车来的。好好，你是来？哦，来很多，很多。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很多嘞。哦，你这个是真空包装的，你这是电到电的吧？你跟他批的吧？然后不是啊，我用火力。拍照一下。这些东西的钱呢、啊？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这也是哎，来这个也拍一下。哦，很多嘞，100包有。